李小峰教授。国会观察员基金会董事长姚立明教授。民进党卓荣泰副秘书长。奇美博物馆郭玲玲馆长。奇美实业林庆胜副总经理。台大哲学系刘福珍教授。台湾独立建国联盟陈南天主席。李胜雄律师。陈定南教育基金会林光义董事长。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陈怡生教授。民主运动前辈戴正耀前辈。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杨月清理事长。台湾维吾尔之友会林宝华理事长。台北市政府林文英副秘书长。时代力量陈慧敏秘书长。新北市省发会议员。金宝山陈明福执行长。那最后呢，其实要特别介绍陈来新老师及夫人陈秀棉女士。陈来新老师呢，被誉为台湾的范古，他本身的创作这次呢，也为我们创作了郑南榕的画像，深刻且具丰富的生命力。那目前的展示就是在刚刚我们的入口处的位置。那谢谢陈来新老师。